国宝级歌手，爆红歌曲经典重现。吴尊有关，苏永康。好想再听一遍你曾说过的誓言。基本上蛮尴尬的表演，为什么？就是说人演出来，歌也唱完了，然后还是没有答案。贵州海雕的少女，少女苦思难知我。这世界多么美好，不要。这个歌差不多有15年了。没有，1999，已经20年了。真的都很厉害耶！非常有荣幸能够邀请到后面这位大哥，绝对是无一级的人物。拜托，我皈依观音菩萨。我靠，唔知。然后吴宗宪今日皮皮加班。我啦，大哥。欢迎我们所有同学们。哎呦，哎呀，厉害了。你看有活力嘛，手上他们拿的感觉要来写生产，很多的历史在这个时候必须要重现，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历史应见不远，但是呢他们离开我们没有很久的时间，他们都是经典经典人物，对，但是呢你们今天要写得出来他们是谁，他们唱过什么歌，对，这个难度很高。为什么？应该跟他们的 generation 是不一样的，世代已经有，对，你现在跟他们讲比如说海豚鸡，他们可能会黑人问号，所以他们隔了一个世代，好像隔了一座山一样。是是，今天后面这几位又隔了8座山。天哪，天哪，又红又红。所以 iPhone 1现在带 iPhone 10，哇，可能就是年代这区隔是这样，好吧？第一位现在看关键字，好吧？第一位来宾跟吴尊有关，吴是吴尊哦，飞轮海的哦，对。飞轮海的吴尊不是那个真真哦，不是那一批，不是那一批人头马，不是真的吴尊，苏永康，旧爱还是最美，我现在害怕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怕他们的年纪连苏永康、吴尊都不知道是谁，知道了，知道吧？飞轮海，飞轮海啊，糟糕，各位。马术高超，该不会对，那就是吴尊，就那个马术高。那到底会是谁呢？咱们直接就带来他的歌唱，唱完之后他编出来的时候，你还可以，你答案保留住，继续写，底下另外再画个框框再写答案，好吧？基本上蛮尴尬的表演，为什么？就是人吟出来，歌也唱完了，是，然后你还是没有答案，对，而且他唱的是成名作，成名曲啊，对，不是成名最红的一首歌，不是成名作，而且他的歌叫做《好想再听一遍》，Let's go。会在每一个夜静静跟随着思念，是我不该，是我依赖，是我靠着你而存在，把你当作整个世界，不知该从哪离开。为了爱，为了梦，为了情，为了你放弃一切，有了爱，有了梦，有了你，没了永远。好想再听一遍你曾说过的誓言，让我再重温被爱的感觉，被需要的滋味，就算只是在一瞬间。好想再听一遍你说会爱我不变，让我在最后记着你的温柔，着你的脸，记着在爱情里最美。好想再听一遍你说会爱我不变，让我在最后记住的温柔，记着你的脸，记着在爱情里最美的话。Yeah.
好想再听一遍啊！各位各位各位，我们来看看他们对于你的名字的认同度，好不好？来来来，来漂亮姐妹一番啊！哎，大圣妹蔡依林呢？江蕙哎，谢谢哈！蔡小虎哈，哎，黄小虎，贵州海料料，张秀清，秀清，你们好北京，来来来来，哦，你们这些人，浪客啊！好，重新跟大家介绍你一下啊！大家好，我是陶丽萍，来自文莱哦哦，来自文莱，他跟吴尊是到，你们是师兄妹。跟吴尊是同乡，他等出道的第一个节目就上了宪哥的节目，对，第一个节目，那个是在几年前呢？是什么节目？二十年啊，没有十九，哇塞，发现第一张是2000年，我下次就20年了，天哪，时间过好快，我们比牛郎织女还惨呐。可是后来我过后有发了第二、第三张，那时候是上也是有上年，也是有，对对，那时候还让你这个道理，你怎么叫人家道理唱？对啊，是什么状况？人家漂漂亮亮的，就传我说他有这个能耐，我们就请他节目里面表演一下。而且，该不会现在还有别来无恙 ？OK 啊 ，OK。这几年当中，后来等于是息影状态了。对，就没有再演唱，所以刚刚很紧张。不要紧张啊！结果唱了，这里有我在，你就可以安半个心了。那首歌很红哎，好想再听一遍。对啊，唱的不够好。不要再讲场面话了。真的，你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了。我第一次看到本人，看到本人，但是这首歌我是听过的，歌还是唱得很棒，对不对？旁边人家写的大真妹，还有漂亮姐姐，对。杰哥，你知道漂亮姐姐就会有个困扰，就她的粉丝其实都是很疯狂的，要加油。有你有遇到什么疯狂的 crazy fans 吗？我就先在内地的时候，对，就刚演唱完，然后就要走的时候，上车的时候，那一个人在楼下喊，就你给我下来这样子。哎呦，还有下来，很凶的。你给我下来，名字对，陶丽萍，陶丽萍下来。然后宣传就开始就是。不晓得怎么事情，对啊，对对对对。后来原来是他有拿海报这样子，所以可能要签名，可是还是没下去，太危险。对啊，他真的，对那个状态有点小，有点失控了啊！天哪，那这因为这个讲真心话，不管如何，对不对？这个舞台上还是属于你，人就是这个样。你看宪哥。年纪还比你大一点，好厉害哦！哇，开演唱会，对对，然后整个人青春洋溢，有没有看到？哦，干嘛？干嘛？对，你跳老高，你们看到台湾就是我跳起来比没跳还矮一点，才开心看到陶丽萍啊！啊，欢迎继续回来，好，谢谢陶丽萍。关键字来来，请看，哎呦，哎，少女团体，少女团体。哦，范围就缩小了，缩小很多了。有机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应该是 SHE 嘛，百合二重唱。大家比较熟悉的，哦，没有的，本土剧啊，有这个叫做少女少女土司男之吻，有答案吗？有没有答案吗？关键是这样来判断，恰恰恰恰，郭雪芙不是一个人呢 ，ella 啊，美女哦，小薰，昆凌哦 ，OK， 既然如此，直接用他的歌来跟大家见面好了，带来这一首厉害的歌曲表演 ，Ladies and Gentlemen， 他的代表作竟然叫做 Shut Up。哎呦，很熟嘛，这谁？谁有答案写出来？谁的？哎呦，腿好细！哎呦，哎哎哎！嘿 ，everybody， 轻松一下，动动肩膀，甩甩头发，有时淑女，有时八卦，有时让自己秀一下。生活紧张，压力好大，头脑变得啊哒啊哒 ，peace peace， 我有办法，现在刷辣你的嘴巴，你说话噼里啪。快要把我气炸，我只是不想理你，别以为我害怕，想给你一支冰棒塞住你的嘴，我要你永远记得这样的滋味，这世界多么美好，不要争吵，要大声的唱歌，要疯狂的舞蹈，这感觉多么奇妙，歌啊，哎，这首歌很可爱呢。对，
可爱，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哦 ，cover 的歌就对了啦。对。哦，翻唱西洋歌曲。好像是意大利的民意大利的民谣，民谣民谣。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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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林嘛，哇，魔电女孩，谢谢培林培林。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应该还是小 baby 吧？这个歌差，这个歌差不多有十五年左右。没有，1999，20年了。1999，我你有出道这么久？你出道20年了？啊，20年。我觉得今天来大家都很厉害，真的是大开眼界呢。要搞搞搞啊！所以我想说，他们应该真的是 baby 那时候，因为他们现在是大学生。但是他还是有很多人写出你名字，很简单。本土剧还在演嘛？对啊。哎呦，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少女团体解散，然后后来才刚好那时候刚好在偶像剧就兴起。而且你有演那个土司男之吻的杜薇薇嘛？然后土司男之吻就是用培林这个名字。等一下跟那个陶丽萍，你们好好聊。聊一下，好吧，应该都当年有重叠到，超好听的，以前去 KTV 必唱。他刚刚特别在乎说什么自己唱的不好，很好，没有唱的很好，不会唱的很好，很好，对，唱比他好太多了。不能这样讲话，不能这样讲话。小娜，来，你就跟他聊聊天，好不好？谢谢，来，一起来看相声歌手，对，厉害了，各位，叶爱玲。不可能嘛，还咔嚓这，哎，叶爱玲的腿哦，整个大腿差不多到膝盖而已啦。喂，把人家讲成那样。春风，啊，还是九一的春风，哦，哎，还是春风面纸的代理商，对，的老板，情歌王子，那太多了，这个范畴就太多了，怎么厉害？有人写出正确答案，五棍阿贝，不是啦，五棍阿贝。李俊杰啦，郭富城、陈奕迅、品冠啦，这些都是你们希望他能来节目当中的是吧？谢谢你们的建议，谢谢我们处理，好吧？这边呢，洪荣宏啦、李又嘉啦、张栋梁啦，我只能跟大家讲，民歌手，他也算是民歌手，因为民歌演唱会的时候他也都会。那他们没有经历过民歌，然后他跟我在木船。民歌餐厅里面曾经是同僚，那时候是最 top 的一间同事，会叫做同僚嘛，对不对？同僚，那为什么是叫同僚？因为我们都是那种偷懒的歌手，一同一来，然后调音调半个钟头，然后剩下半个钟头，我们再聊一聊，然后唱个两首，敷衍两句，赶快去下一场，下一团也没有下一团，就去吃鸭肉便。西门町那里，西门町是那一街道还在。我那越开越大，鸭肉饼里面的员工包括小老板，每一个都是我的好朋友。看到宪哥来，南部的孩子，然后只有钱点那个米粉汤，没有钱点鸭肉嘛，多送一盘，就里面的偷放一些鸭肉塞在底下，对你那么好，很感动。对，然后就这样吃了几年了。啊，有没有付钱？对啊，都没付钱。哎呦，那你应该现在回去付一付嘛。对啊，对不对？现在回去我们还是照 A 补。照 A 补。对对对。来，重提鸟事啊，不不，重提往事 ，Let's go。懂得珍惜爱情，总是在太迟以后。相思的滋味。一杯喝也喝不醉的酒，有人写曹希平，我孤独的心等了好久好久，才能忘记伤痛，而如今你又再次出现，叫我还能再说些什么？这一切都过去，又何必重提往事？再次相逢，只会有更多叹息。明知道往日不再，又何必重提往事？只有装作不懂爱情，不懂你的心。一切都已过去，又何必重提往事？再次相逢，只会有更多叹息。
重提往事，只有装作不懂爱情，不懂你的心。写的我都想笑，只有一位对，怎么一直看？当中只有一位写的对的答案呢、啊？哎，有吗？孔锵大哥，孔锵大哥，哎，不要乱写，你不要好像真的有点像，没够难卖。对，你萧敬腾不要化掉啊，我心里还平衡一点。是的，是的，是的，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王瑞瑜大哥，掌声再鼓励一下。大家好，你这个也在牙膏照，就被他吐掉啊！没有，其实我刚刚一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哎，大家是不是想要听宪哥自弹自唱一下？哦，哎呦，以前的宪哥也是，那倒不用，不要乱 Q 好不好？我如果弹唱，那要另外加钱。对，当年他走红的一首歌叫什么？你知道？台北街头的霓虹灯，不是我啦，就是你，就是你。副歌唱台北街头的霓虹灯，多得像天上面的星星。那个是你另外一位朋友，好不好？叫李儿，好不好？啊，叫谁？叫李明德，李儿，好不好？哎，这是李明德的歌。完了，注意了，星星呀，星星。那李明德的歌，那重提往事是反正是你的歌，哎，重提往事是我的歌。我刚才在想，你怎么会唱李明德的歌啊？没有，那个34年前所录制。那你在那个木船吉他里面，唱了多久？我在民歌餐厅唱了非常久，非常久。我到今天41年。西门町还有一家很驴的那一家，我是不能接受，就说要背着吉他，然后在里面走来走去走唱的，有没有？那个是叫走唱，有歌手，那个是 round table 的 round table， 跟在坐台有什么两样？一讲就是 round table 很辛苦，你知道吗？因为没有麦克风的，要清唱。对，清唱。可是这样钱会不会收比较多啊？小费到面前没有，都是学生在听，哪来什么钱？那过去，然后人家还偶尔会 touch 你一下。有一桌，我就想说难得啊，好吧，代班就唱了一班，钱多了一点，就一去，他一直拉着我，都掐你的，没一直拉着我的裤腰带，我心想干嘛？看一看就是民传有4个女生，哎呦，然后一直拉着我，这很尴尬，然后我就啊什么，那就不回头就把歌给唱完，对对对，唱唱一转过的来才知道，我勾到那旁边呢有个柱子。就是那有一个铁钉突出，在挂那个开瓶器的，有没有？然后挂在那边，麦克丢啊！好烦哦，麦克丢啊！哎呦，现在都出来唱民歌啊，或干嘛那一些？是是是，不过这个平常心讲，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下来，其实对我的改变，其实也蛮多的。哦，对，因为我从唱民歌，然后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在教唱歌嘛。然后我现在每两年我出一张专辑唱片，那每两年出一张专辑唱片都为了脑性麻痹的小朋友，所以我现在当他们的代言人，做了4年的代言人。是啊，这很好。每个礼拜五我会去脑麻教他们唱歌，其实蛮好玩的。其实就是他们从开始学念歌到唱歌，他们现在我带他们出来表演。哇，我们的一小步对他们来讲却是一大步。对，没错，是不是这样？所以尽量要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嘛。回馈人，我们大家都是人，那大家是不幸有这个得了这个病，可以需要有什么帮助的话，你尽量打电话给我们，好吧？我们下次真的就一起组团。好好，我出一个外。今天再次要谢谢你带来这个非常回味的一个表演了，谢谢，好吧？再次给李明德，好不好？王瑞瑜大哥，李明德比较好记，因为以前在那个记别人了啦。那个那一条叫什么桥啊？在往机场，然后那个桥头麻辣锅的桥啊，复旦桥。复旦桥，复旦桥旁边就有一个李明德容易清楚嘛。对对对。李明德嘛，你是这样记人家的名字？金街东的隔壁啊。李明德也不会开心啊！你们都有听过的，对不对？我讲的是不是讲李明德中中医金寿？他也跟你认识了很久了哈，也是也是。王大哥，你下次开一个王瑞瑜中医诊所，他就记得你，记得你啊！爸爸叫王永庆嘛。
真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名字啦，黑啦黑啦，同名同姓，太开心了哈！这个要经常为出到我们这个大热门为大家表演，好，好吧？谢谢谢谢。来，这一位的关键词有没有看到？五等奖，哎呦，五等奖，五等奖，六等奖，甚至七等奖都有，都有过，他出了很多。王世贤，王世贤，惠慈有参加过五等奖吗？惠慈。钱，郭富城，郭富城，郭富城，哦，会不会是王世贤？哦，男女对唱鼻祖，哎呦，跟郭富城男女对唱，男女对唱就男女对唱，为什么要贴的跟在办丧事一样？鼻祖，对，鼻祖，白纸黑字，对呀，哦 ，OK， 大家都有答案了是吧？小 S、张惠妹，哎，还有蔡秋凤。女王吗？是八林志玲。OK， 好，谢谢你们的敷衍。好，比较认真。我们直接就带来这一首歌。我跟你讲哦，这个没有吃过猪肉，肯定也看过猪走路。嗯，来，一起来听这首。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哇，天哪！我听这个声音。这个应该是用 M1 弹的，刚刚那个电钢琴应该是 M1。对呀。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是谁？从 Mary 到 Sony 和 Ivory，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笑容凝结在你的眼中。难道你对我会有所改变？我不再是你的唯一。让你猜猜我是谁，从 Mary 到 Sony 和 Ivory，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笑容凝结在你的眼中？难道是你的唯一？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要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不仅仅是眼睛里的你。要知道是眼睛里的你，尖叫声！我蒙上你的眼睛。还有陈爱梅小姐，爱梅姐，谢谢，爱梅姐，心情真的感动，你知道吗？好，各位，她就是陈爱梅，陈爱梅，当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已经都不认识你了，有没有看到？有的人。知道我哎，也不多。有没有看到？而且她是耳朵怀孕，耳朵怀孕哦，好听。哦，闪亮三姐妹之二姐，这特别写的戏啊，二重写 melody。哎，对，她气质跟那个 melody 倒有点像。音乐，嗯 ，melody。嗨呀，谢谢。现在的学生都佛心来的，对，还有蔡秋凤啊，蔡秋凤，还有蔡翠秋啊，彭霞，蔡翠秋，谢谢同学。哎，你看，已经多久不见了？多久了？啊，几十年了。对呀，你都没有老哎，你怎么？这妖精一样都不会变，你才妖精呢！没了，真的
是熟，真的是熟。对呀，对，很熟。以前我们常合作，我们是歌林唱片，对，同一家公司。对，是，我是师兄，是师兄妹吗？没有，我是师姐吧。我师兄啦，你师兄，好了，我师兄，我第一首歌唱的是《天伦家乡》。乱讲，那是民歌吧？民歌那个年代，但中真的，但就是我唱的，这你唱的，这个是马山喊话站对厦门广播的，你唱的，哎，是，我是主唱人，哇，掌声鼓励一下，这个歌是谁写的？这个歌彭安格写的，哟。好了，收起来。第一首歌啊，你听一个头像哎。哎呀，对不对？刚那是你的声音吗？我的声音啊，怎么样？居然还找得到啊！听起来像文夏啦，大哥是，有历史的感觉。岁月是会改变。还好啦，比较像刘福柱大哥。不，我是真的是从费玉清，好酷哦！当他唱到郭金发了，真的，因为把我们的美好的声音都拿来奉献给大家搞笑去了。哎呦，不会啦，这样大家都开心，歌又会唱又会主持。这个艾美姐有一个歌很有印象，一定有郭富城有没有？有没有听过？不是跟他合唱，而是有一幕郭富城在台湾红起来是广告，就是那个水啪泼到脸上，对对对，那一首歌叫做《谁说我不在乎》，谁说不在乎？跟高明俊合唱，干脆就了，对，郭富城不在，真的要唱一点的，长得最像郭富城就好了，那就是我本人，去了，你替我，好，来，合唱一下，来一小段啊，你唱是高明俊，谁说我不在乎？耶，一发不可来得及，沙哑一点，你又何必介意？昨天的你变得好模糊，真叫人捉不住，是这样吗？对，捉不住的是你的心，不是我太在乎，在他心中。是你的心，谁说我不在乎？昨天的你变得好模糊，难道只为了一封信？他完全没有彩排，完全没有彩排，直接来。因为回忆是不需要彩排的。哎，突然间坐在湖边，对，看着几只水鸟在那起落，突然间想到当年的一些往事。是啊，这个就是人生。好像才昨天的事，怎么一下就二十年？时光飞逝。而且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个荣幸跟你对唱过，都是跟高明俊。其实我唱的不会输给高明。真的差很远，真的不要趁机推荐。你唱的不一样的味道，你唱的比他好。没有，真的，这是真的。实在话，人家要给高明俊看得到，哇，好了，他不在台湾，对，但是现在是正式宣布，好不好？还是可以经常回来表演唱歌吗？对呀，那就经常回来喽，有机会我们就欢迎你，多唱吧，来再次热情掌声给他鼓励啊！有荣幸能够邀请到后面这位大哥，大家有看到这个脚脚，这个脚脚就是个大哥，其他都不用讲了，他的歌一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绝对是国歌级的人物，真的。但是你们对他的认识啊，可能会比较淡薄一点，但是一定有听过，一定有听过，因为他的歌不可能你是人类的话，基本上都听过，除非你没有人，有些啊部分。在外星球的部分也很多人听过，传唱度太高了。音乐一出来，大家都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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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Go！
高山，高山直直出温泉。拜请你，东营兵搁在东营将啊，西营兵搁在西营将，北营中营兵中将哦，起雄兵，高清高八高万清啊，地地干搁在春无灵。新的兵哎哦，你新兵啊，个个个罗灵，嘿个嘿罗灵，往来四界平哦，欠钱就爱行哦。欠债是乖哦，比债是冤啦，条条是猪吧，世界是豆干，白白是米线。拜请啊拜请啊嘞，拜请啊拜请，大仙的王爷公，小仙的王爷仔，我是鸡爷请，你来来我就给了饼喽。哎呦，尖叫声！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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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碗两碗做你白乌盐粿，国家流来台呀，无钱我无爱，红包大地做你来哦，来哦。人讲啊对啊，阮也有啊交代哦，叫阮咧把枪毙啊，唔当做白摆呀，碰啊你得碰啊，到啊我真到哦，肯定咧开会咧计啊起台哦。天转啊小钱是咧飞落去，天转来你嘛小钱去啊，天转啊小钱是咧飞落去，哎呦，行你就行。够啊够啊啊想你无损小酒摆你的滚啊拖行安公啊对人比较啊亲太听你都嫁给酒小钱是在买落去，行你都行，行来吴宗宪这几个人还笑哦，无啦嘿，哎大家好，吴宗宪传来拜拜哦，无啦无啦，拜观音菩萨啦。好，有没有看到这个伴舞的老师？好啊，你讲哦。咱你咱这贵宾，是是是，哎嘿。是。咱这这个你，一旦今日看到吼，好好好好，黄克林台客摇滚教父，就是你来捧起来吼。啊，中奖了！来给黄老师疯狂热情掌声。其实应该叫做黄总裁啦，黄总裁啊，卖总裁啦，总裁，你就叫我黄克林老师啊，老师啊，点了克林老师哦，哎，好拢点点，从我说呢是黄克林老师，不是吴棍阿伯哦，这个是的护身符哦，不北仓，你不能随便碰他，而且哈，他这后面有小抄。我跟你讲哦，你看我这倒退路啊，阿南要访问一个阿金伯哦，我二三十年前啊，我皈依观音菩萨，
啊，我靠，问这，你太该生气啦，我也该生气，那意思啊，情侣。阿皮伯跟你是什么关系啊？阿皮伯到底呢？啊，阿皮伯都问，大家拢讲我是伊的囝 ，OK， 可以囝啦，是啊，闺女你是拢遭遇到，其实年轻朋友很怀念你啊，都听过斗退路啊，因为那斗退路那个是太红了，到现在还在传唱，还在改编，不得了，很多人在唱。阿皮伯哦，下面挂的拢卖表演，干哪？这个倒退路的，我哋台湾电视公司也是要讲精台，伊拢一定爱出来。哦，伊有咧变卦呢，就是哦，等于是他的主题曲之一了。是啊，伊就干那矮矮，等那那冷冷的啦。啊，他这个真的很有感染力，对啊。他一表演，我们在旁边也忍不住，整个就嗨起来了。会这样子摇？哎，这个得一呆一架，让你台客摇滚教父的，就是黄克林老师的，还因为他的名字还出奶粉嘞。对啊，克林奶粉。《七龙珠》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克林的角色，对，是超遗憾，你爱敢讲？无遗憾，够较遗憾的。你较早较遗憾就讲，美国总统，哎，克林，哎，顿顿，哦，是克林。因为要顿一下。大哥说什么吃什么。大哥说什么好笑。一闺女，你拢走去倒哈？我走去大陆，大陆先啦。大陆我跟你讲哦，大陆啊，迄个福建。泉州，你也歹提袂，我甲你斗提。即卖人已经知，你阿爸已经有小抄啊嘛。阿爸，哎，你都搞一下错，哎，一下错，真难呢。你要接下靠，哎呦，那我要紧。我接下靠有面子的，因为这个歌吼，我俩拢该歌词该写在后边，无我唱无。好，来啊，我走去大陆吼，好好好，我咧福建省，他还记得呢，十八年啊，十八年，哈，啊去啊教学生，包括陈亚兰，我个叫伊个亚兰姐，哦，伊个亚兰，亚兰，亚伊个嘞，亚伊呀，好啊这，亚伊呀，好啊这，亚兰，亚兰，伊个嘞，嘿，你看，啊，人个干部甲你，嘿，有提广告。会有你，没关系啦，人都先来互相支持嘛，对不对？好啦，我的歌足多，啊，为了爱人啊，目屎，啊，酒场浪子，你唱完听我来，搞不好我有听过哦。酒场浪子，你也无甲聘请我，我较简单。加歌要加，要加钱的。我他今天只唱一首，阿哥受过用。阿哥，你会记？少年呢？卖俩公。少年呢？少年呢？跳出三界蛙，东南西那呢？火气不要大，火气不要大，饮他两他不管他。哎呦！粉丝，我跟你讲，真的呢，但是得。就金曲奖，这一首歌得到金曲奖。我黄克林哦，哪讲个歌啦？我家己主编主下作曲。我讲一个，唔知讲唔知，你唔知要接受咩？来来来，准备接受咩？接受接受。第一歌第一日就叶启田，叶启田来催我，哈。啊，我就讲，我唔是余华。少年的麦芽风啊！不，你好好听，接个回来啦。恁爸爸、恁老爸呢？把你来，那你们。第二个就是凤飞飞。凤飞飞。凤飞飞。我拢买来甲抓抓。是。第三个就是张惠。张惠。哦，张惠。张惠。张惠。我们最歌星啦，要写歌写写。对，那广播就好啊。啊，广播电台嘛，那自己还写很多歌。现在。现在广播电台还有二十几台在做，克林俱乐部，大家听了可以有前途。哦，哎，有压力。哎，阿哥你，其实阿哥你的福建省哦，好，哎，泉州县级，泉州，阿是阿伯咱安尼啦，我比起你聪明啦，你比我较高咧。问两句尔，你讲两篇，起码起码快一点，我来插了，起码快一点。先不要。是啊，哎，你叫我卖讲我嘴回来。不，晒拢会晒，晒拢会。咱的前辈，那个后辈啦。少年嘞，你卖牙讲啦，少年。因为哈，能够黄克林大哥来节目里面不容易。对啊。飞哥邀请他。他不回来，飞哥只好暂时先离开艺术界，是，对不对？对，我邀请黄克林大哥
哥来上我节目，如果他不回来，他担心我生命的安危。是安尼啦，可以来来。好的。因为我爱吼民俗教育，才讲我有家己民俗教育，哎，去创办一个孝道党。孝道党，以孝为本，孝是这个道德为尊，道德。你都爱知啊，年轻人。孝道党，起码我讲你都给他拍婆啊，一个。哎，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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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属性，你卖卡紧啦，因已经惊卡啦，卖去去。你别惊啦。无啦无啦，伊食醋啦。好好，食醋。我跟你讲啊，起码就是讲社会，恁台湾的社会起码太乱了。哎，观众拢伫啊，恁内底较济。来。我跟你讲，想做，到底咱恁来录录偌久的时间？不会，无所谓啊。我叫侬录啊，一早五六点。是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嗯，哦，就算是那个，当有一句话讲，请神上面容易送神。我起码我来，我今天要跟你宣布一个代志。宣布，宣布代志啊！我来，我来问这个吴宗宪的节目哦。是是，我起码我在上介意的是，我搁写少年的。哦，少年的，你得乖乖较听话。新歌，新歌，摇滚的，新歌摇滚的 rock。啊，起码就叫恁阿妈啦，啊老母讲，啊黄克林老师搁写一滴。哎。可爱的欧巴桑哦，当然。你这是看毛球，那是新歌。我们开一下家庭会议。好好，我们开会，开会。好，我来，我来也接不过去，我你讲啊，你来，不过我还敢讲，起码不要留到白盖。因为上面写 end， 接着下来该怎么办？还是我们就干脆就倒退路。对对对。这个黄克林大哥啊，但这个因为他这个歌已经变成是国歌级的，对啊，国宝级的人物，以后不管怎么样，你这到了人哦，到了全世界各地去，但是你心还是要在我们唱的土地上，一定要在我们的土地上。现在看谁一定要加油，谁加油，加油！完了，我抢不回来。阿哥，你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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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你够，万达。吴宗宪今麦脾气加歹，大哥，大哥你开什么玩笑？无啦，无啦，无啦，无啦！哎呀，敬老尊贤，台台里讲不完，我足听伊的，是是是，啊啦，啊你有参谋，你有参谋会被交代不？今日来吴宗宪家是要个救急啦！这股上好笑。而且我跟你讲，伊最近赚就这些。哦，伊就这些。我明天在机票一条。哦，机票。哦，要弄机票康啦。要弄。没啦 ，OK 啦。我开机票给你啊，你卖假东罗。哦。就我给你抽抽起来了啊。没啦，今天这聊得好开心。那个经过问两句啊啦。无啦。我已经无会两个懵啊。我已经问两百个宪哥加油啊。主持遇到瓶颈啦。今天真的在非常谢谢这几位老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好吧？一定刚你还过来呢，吼，一定还过来，大哥你还过来，好，我们用音乐来感谢嘛，黄克林大哥，谢谢。